哦，这玩意儿有意思，糟糟客人啊！站长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哎呦我，干啥呢？咱俩玩手机呢？多少钱？两块，两块啊。哎哎，喂喂呢？嗯，干啥？干啥呢？你这眼睛掉了啊？这是啥呀？干啥？听说你家那个酱鸡头、酱鸡爪都挺好吃，是吧？哦，你给我来两个鸡爪子，来三只个鸡头，来一杯散白。啊，快点儿的，你干啥呢你呀？啊，这么来。咋的呢这孩子现在这玩手机玩疯了这是。哎呀。再看看。嗯。筷子笔。哎，我没要这烧鸡呀、啊！我们这服务员有毛病吧？哎呀，行了，先垫吧垫吧。鸡爪，看。哎，服务员啊，白酒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是互联网云商弘扬教练。您知道李克强总理指出的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真正含义吗？您了解互联网创业的大趋势吗？您可知道不出家门，利用一部手机也能创业吗？如果您想改变家族命运，过上有钱有闲的生活，请加我微信13151299761，微信13151299761，我一定会手把手教你。了解不会损失什么，但拒绝了解，你一定会错失良机。谢谢。哎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快点，坐这，坐下。多少钱？六块。啊，六块啊！哎，行，哎，找我去。这桌的盘子拿去了啊，盘子拿去了，账算没啊？算完了。钱呢？这就十块钱，那一百呢？一百。哎呀，给他倒走了。你倒大玩手机啊，扣工资。